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做了一个拌凉皮儿，辣酱拌凉皮儿，这个是一些炸物，这个是一个抹茶的小糕点，这个是香蕉肠，把这个和一下，搅一下。这是红油的，红彤彤的东西特别有食欲。哟，现在肉价太贵了，整的这肠都要吃不起了。先给它搂两口，这个凉皮是我买的凉皮儿，完了不咋好吃，我又自己给加工一下。这回顺口了。好香啊，来个炸物，这不知道是啥，我先尝尝。鸡肉饼，这是玫瑰姐给我炸的。五肉相连，这个骨肉相连在炸串店里特别火，都有这个。还是自己买的实惠。这个蹭上了。你们爱吃这个吗？我吃炸串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点这个。
来一块这个小糕点。这个好干呐、玫瑰姐，玫瑰姐，哎，给你个好吃的。哎，这可好吃了，我就吃一个，我没舍得吃啊。可好吃了，谢谢啊。嗯，都吃了啊，不用给我留、嗯、挺好吃的。吃困了，这里边有一种鸡肉的味道，还有一种那种土豆饼的味道。